江女士和刘先生是一对恩爱眷侣，结婚20多年来，两个人也少有冲突。但让江女士头疼的是，只要一碰上公婆，和谐安宁的家庭氛围都会瞬间变得惊心动魄。他爸就真去拿个刀，就扔到我面前，给你去砍死他吧。还因为公婆的挑拨，丈夫第一次对自己动起了手。后来我们就打了一架，也就结婚的20多年，我们是第一次打架。在和公婆不断的摩擦中，江女士对丈夫也开始逐渐不满。我如果跟他父母之间要是发那个啥，不管我们吵得多厉害，他就不吭声。更是声泪俱下，把这些年受的委屈都算在了丈夫头上。老公说，他能再跟他说一句胡说八道的话，我都不会那样。相比于江女士的委屈，刘先生就如同江女士描述的一般冷漠。我烦得很，包括到现在一说起来这个事情，我非常烦。那些江女士耿耿于怀的心事，刘先生也忘得一干二净。实际上我对这个事情已经很模糊了，我都一点印象都没有现在。然而究竟发生了什么？面对委屈的江女士，观察员们却做出了如此评价。你主动惹事儿，还得让你老公给平事儿，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事儿啊？你再把一个真正有感情的男人给逼成一个没感情或者表面上看过去很冷漠的男人。刘先生身上的这种类似于旁观者的冷漠又是从何而来？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丈夫冷漠的背后。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燕，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李老师，欢迎您，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欢迎大家，欢迎场上的当事人，是一对夫妻，江女士和刘先生，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先说说你们的诉求是什么。我希望我老公和他家人不要把我当成外人，就是尊重我。这么多年都是用外人来定义自己的吗？在这个家里？对，我在他家从来就没有说话的权利，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从来都不为我，他从来都不问我的决定，然后自己有些事做了决定，希望他能明白，然后就是以后尊重我。他说我们家人不认可他，我想这个事情作为我来说，我的感受可能不是那么深。你可以让他就是他作为一个外人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你有把他当外人吗？没有把他当过外人。现在这个家里边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矛盾吧，可能是因为夫妻之间可能沟通的不到位，我感觉是我们现在两个人的观点有问题。那是改变他的想法还是改变你的想法？两个人都有吧，都指点一下吧。刘先生认为妻子的委屈是因为夫妻二人看待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但江女士却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丈夫一家人始终都把自己当作外人。既然嫁给了刘先生，婆家也是自己的家，可江女士在婆家既没有归属感，也没有话语权，甚至就连小小的一堆破烂都无权处置。因为我们没在家住，我们在郑州做，然后有一次我给他家，我还满地都是破烂，我说把他收拾给卖了吧，他说别卖，我说啥原因啊，他说你最好别卖，就是说卖了以后，然后我爸妈回来可能就会跟我吵架嘛，但是没说这么清楚，就是光说你别卖，破烂都扔在那个啥不好看是吧，然后我就把破烂给卖了，没卖几块钱，后来我们也出去了，带着孩子进城了。到天黑回来了吧，然后就6点，刚一进家门，我婆婆说你把我的鞋给卖了，我说你的鞋就放在那个外边地上哈，就在风刮雨晒的，因为我回去没见他穿过一次，他爸妈就急着堵着门，然后给我吵架，不管我们吵得多厉害他就不吭声，好吵了，然后他爸他妈就纵容的让他去打我嘛，他爸说你看你把你媳妇惯的，就是意思你也不怎么去打他，让他这么那个啥嚣张嘛，我顶他爸爸妈妈说了，我他敢打我我就用刀砍死他嘛，我就这样说一句，我当时很生气，然后他爸就真去拿个刀就扔到我面前，给你去砍死他吧，就这样。后来我老公就过去搂着我这个脖子现在说嘛，说你能不能别跟他们吵了，然后他爸妈都撵着我出去吵，后来了我说你的鞋坏了，我好我赔你一双鞋，赔一双新鞋不行吗，他说不行，我就要我那一双鞋。最后有个结果吗？就不善而终了吧，我老公始终就不吭声。吵架以后他跟我说这个破烂我妈攒着是给我舅的，
因为我就在搜破烂，然后卖破烂。所以这个事儿，我再问一下刘先生，为什么不事先说呢？不是，我想说一句话，什么呢？实际上我对这个事情已经很模糊了，但是对我来说，现在我就有中间有一个印象，当时我那时候高中毕业了之后，就是家里放了很多那个上学的那个书，书呢一直放。不是书，听我说完好吧。包括他说最后，他跟我爸爸吵架，说拿个刀啊什么的，我都一点印象都没有。现在最后他说的这件事，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事实？他可能在你妻子的感觉里面，他更受不了的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不帮他说一句话，你是不是会这样处理？我真的不记得。那他说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可能在你们家发生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个场景啊？有可能，有可能啊，对，这是常态，对吧？常态，经常就是我如果跟他父母之间要是发那个啥，他。经常都是常态。我想问一下江女士，刚刚说的她在旁边一句话不说，好像她爸妈也是这么说的，你就宠吧。对，好像她爸妈也不领她的情啊。对，我好像也没打算讨谁的好，真的。如果是这种场景的话，如果要是现在我的心态的话哈，我肯定就是会两边去安抚一下，但是那时候好像我就没有那种感觉，好像我都有，我现在至少我都没有印象了，现在我感觉没多大事儿，真的。一堆破烂引发的矛盾在刘先生心里没有留下任何波澜，但他眼里的小事却是江女士心里无法释怀的大事。江女士认为，正是因为卖破烂本身是小，所以公婆那么大的反应才恰恰说明了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接纳成为一家人。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则再一次印证了江女士这一猜想。那次我回家去取东西，当时我们家种了两棵梨树嘛，然后梨正能吃，我这么多梨，然后我就摘了一棵梨吃。村上的邻居啊、叔啊、婶儿啊、哈嫂子都在那儿，因为我性格比较开朗，他当时都好给我开玩笑，说你看这媳妇回来了，然后拿个梨光自己吃，怎么不给我们也那个啥？我说行，那我回家给你们摘几个梨，我们自己家的树，我也没想那么多，然后我就回家摘了几个梨，然后都给他们了。婆婆就跟着我们随即就出来了嘛，看看我们把梨给他们吃了，然后随手就把门给关住了。我怎么回家就敲门就敲不开，后来呢我就使劲敲使劲敲，然后我婆婆才给我开，开完以后我说妈你的门锁的干啥，后来她就说我啊咱家梨我都没吃了，你都栽在帮别人给吃了。我说妈这树上结那么多梨，我就栽了一个两个给你家吃，我说别说咱自己家树上结的，我说就是我买的梨也没让别人去吃这个梨。然后我们俩又吵了一架，当时我也很生气，因为我就给了几个梨，我婆婆就生气，我就带了梨然后走了，找我老公去了。婆婆因为你摘了梨的事情吵着架，你转身生气，你继续摘梨，摘完你就走了。对，我说我就要摘这几个梨然后再走，看你那个啥还能给谁吃也不重要，我就是要做这件事儿。对，然后我当时我也被激怒了，后来我婆婆给我公公说我打他了，然后我公公给我婆婆去又找到我老公，因为我背着我女儿，然后我女儿就说叫她爸抱抱她，我就跟她说我说你背背女儿，女儿想让你抱，她就说我你早死了，你打我妈了，我说我没有打你妈，她不相信我知道吧。后来我们就打了一架，也就结婚的20多年我们是第一次打架。到了当时他把我的眼这个边都快那个吹的都是紫的。他有给你道个歉吗？或者给你安慰一下？没有，就这么过去了，每次都是我让步。实际上就是他在家里跟家里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说也好，就是当时我妈妈讲也好，实际上双方我都是不相，我当时都不是很信任的，知道吧。当时是他们来了之后，我的包括我的亲戚都去找我了，说、哎、你媳妇跟怎么跟你妈生气了。当时是说生气了还是说动手了？反正就是当时说生气挺严重的，但是至于打没打我，现在我没有这个印象。他什么都不记得。不是说他你找死了吗？你打我妈了？这个我跟你说，这个是怎么回事？我当时是光听我家里就是我妈他们过去讲这个事情，指着我鼻子骂，骂我说这个媳妇很厉害，怎么样？梨子没有熟，再给别人吃了。我当时就说，我说多大个事了，不就几个梨子吗？我当时真的还没有怎么生气。最后呢，他是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是把孩子给我的，知道吧？你其实我觉得应该他这个事情让我讲一下吧，对吧？我你生气的点是在于他没有主动的告诉你。我印象中他是没有跟我讲的这个、是不是家里人跟你说那些是给了你压力的？对。然后江女士表现出来那种若无其事的样子，让你觉得你倒没事了，这压力都冲着我了，所以你心里是有火的，然后借着这个就撒了这个火在江女士身上，是这样吗？对。之后我跟他道了歉了，因为当时我把他这个眼睛这个地方左眼吧，好像是。跪了好几天，当时我觉得我从来没有那样过，然后那样我觉得就让我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
我都不会再就是再动手了。到最后就是关于他有没有打你妈妈这件事儿，你了解清楚了吗？我没有了解到底是谁打谁了，或者他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没有了解，我也没有问。你不想搞清楚吗？对，我不想搞清楚，我烦得很，包括到现在一说起来这个事情，我非常烦。我问一下江女士，你不满意他，他父母也不满意他，他在中间谁的好都没讨着，但他很无辜，跟他没有关系，他承受你们婆媳之间的这个所有矛盾最后都放他身上去了，所以他难受。我能理解，但是我理解我很委屈，有时候不是我的错，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的错，就把事情跟婆婆之间处成这样，让老公受了这个压力，好像也不是你能控制的。对，那是谁的错呢？老公错，他能再次来说一句后宫道的话，我都不会这样。一直强势的江女士在此刻忍不住委屈地流下了眼泪，她能理解丈夫在面对自己和婆婆产生矛盾时的无奈和烦躁，可同时又生气于丈夫冷眼旁观的态度。相似的矛盾越积越多，最终江女士不得不和婆家划清界限，决定无事不过多往来。可这份互不打扰的平静很快就被刘先生爸爸的突发恶疾给打破了。当时是10点多，他姐姐给他打电话说他爸爸生病了，他说他要回家，回到家第二天又连夜开了车又来郑州了。他爸来了以后直接都重症监护室去了，然后当时在那几天我给他打电话，他就跟我说你别问了，你不用管了，你把家照顾好就行了，等他有啥事，就咱家的家庭责任全都是在我身上，是吧？全都落到我这儿了。我给他打电话有时候是啥意思，我说你在医院都谁，他说都他妈来了，然后还有他姨父来了。我说那你姐姐怎么没来哈、我说妈妈那么大年龄了，让妈妈待在家里，然后姐姐最起码能给你帮忙也知道多。当时她姐没来我就可生气，因为当时住院干啥都是我们先垫资垫的，她发那个啥，我老公他花了6万，我6万都是刷的信用卡，因为我们经济条件本身就不好，我们还要养两个孩子，姐姐应该你最起码给我们先分担一点，两个人都在共同上承担吧，你不能抛开光要我们一个人来承担吧，我们公公存的也有钱都在姐姐那，最起码姐姐要拿出来一部分。后来我就讲我姐姐嘛，我说这个爸爸养老这个钱我们出了6万，这个钱不能光要我们一个人来出，你来承担一部分。然后她姐姐就说想让我们承担也可以，但是你必须给你姐夫道歉。我想了想，然后我老公为了我们那个家我忍了，然后我也不知道为啥要道歉，所以我就给我公我姐夫道了一次歉。这个道歉你压根都不知道道什么歉。对，这件事情我在问见你江女士，就是你跟姐姐谈说要你们也出点钱这个事儿，你事先跟刘先生商量过吗？因为我跟他谈过，他从来就不同意。不同意的。对，因为他不认可应该是姐姐出，父母有病就该由儿子来承担所有一切。最后出了多少？道了歉。1万块钱。你道完歉以后换回了1万块钱。对，这件事情刘先生什么态度？没有任何态度，在旁边他就看着你们两个谈来谈去，看着你去道歉，看着你拿回这1万块钱。对，因为遇到什么事我把我老公往前推，我老公就是往后拖把我往前推。刘先生，在你老婆刚刚的描述里面是姐姐姐夫没想拿钱，你也没想他们拿钱，是他坚持要去要这1万块钱，并且还要去道个歉才能要得这1万块钱。具体他说了应该说了一句什么话，当时我姐姐生气了，他们我说了什么话，应该是说了一句什么话？我说的话你知道吗？这句话你让他自己说吧，我现在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句话，反正他就是当时我姐姐和我姐夫直接走了，就生气了走了。我问你，你在那个现场，你对于整个现场你是怎么看待他做这件事儿的？当时我姐夫哥他就说是跟我平摊的，就是我爸住进 ICU 头一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回到老家一趟，然后呢就是他从那个银行里取了是1万块钱，当时这个现金给我了。这个钱是爸爸的还是姐夫的？他说这是他的钱。是姐夫的钱。对对对，他是尽他自己一份孝心，就是他也该出钱。对吧？对对。你算了一下你实际上你出了多少钱吗？我算了一下大概我出了可能就是1万多块钱，因为有新农合嘛，新农合当时退了有2万8还是3万2，反正就这个数字。你刚刚算的这笔账你老婆是一点都不知道的吗？这个钱的时候我跟他透露了一点，但是具体的我也没跟他讲。我老婆怎么讲呢，她处处也是维护我们这个家，但是呢在处理问题上可能她的方式方法可能不够聪明，或
或者不够巧妙，造成跟人的一种感觉他很强势，吃了暗亏。对，但是作为我一般正常的话，我处理我们家的事情呢，我们两个处理的方式不一样的，因为包括现在有时候我都跟他讲，我说我们家的事情你不要插手，我自己来解决。有时候可能用我的方式去处理的话，可能我的老婆第一次等不及，再一个她觉得那样不行，她就喜欢用自己的那种方式。可能你胡说，不是我等不及，你跟我说了哈，啥事你来出局，咱俩一个人唱白脸，一个唱漂亮，等到事上的时候你又变卦了，你全部都是好，我全推了，然后你自己去解决吧，就是这样的吧。让你去说话，你从来就不吭声。江女士很委屈，丈夫的退缩和不作为导致自己不得不为了维护小家的利益而冲锋陷阵，到头来反倒自己成了唯一的恶人。但即便如此，公公的去世依然给江女士敲响了警钟，她意识到婆婆以后的赡养也可能成为一个潜在的问题。为此，她想到了一个能够和姐姐公平分担赡养义务的方案，并督促刘先生将方案告知家人。但没想到的是，这个为大家好的方案却成了这个小家的纷争起源。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因为我们家现在还有几亩地嘛，父亲过世之后，这个地现在是我姐夫他们种，夏天的这个麦子收入归我妈，冬天呢就是这个玉米这一块是我姐姐他们的。现在呢，我老婆这个差不多有半年了吧，感觉说这个事情不行，因为这个事情账目不公开，想呢就是这个地让我们收回来，让我回去种，我原来答应过他了，但是呢我也想了好长时间，这个主意我没有打下来，没有定下来，我也没跟我妈讲这个事情。因为前几天不是回家了吗，回家了没有解决，早上起来之后呢，他就问我，那你答应我的事情呢怎么还没解决啊，我就是好像是搪塞他了，他就感觉很生气，对我怎么样呢，就是可能是劈头盖脸吧，臭骂是臭骂，还动手了，但是我可以保证就是我没有动手。他最后生气的时候就是那种撕心裂肺的那种，反正就是咬我了。那一天我们一天没有吃饭，大家都说好的谁也不吃东西了，搞得生气了嘛，是吧。我在外面口渴了买了一瓶水2块钱，因为我们两个吵架呢，我有一个问题要讲一下，我的手机啊，我的银行卡什么的他都要拿走的，然后就是翻看我的这个消费记录嘛，就又不愿意我了嘛，他就要控制我，然后我当时我不想让他控制我，就脚动了一下，一下子把他给蹬到床上去了，他就躺着哭了。因为我吧答应这个事情了，但是没有做到，我们两个现在这一对呢，就是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有重叠的时候，我们俩就会吵架。江女士，你跟他吵架，其实你心里也难受啊。对，我跟他吵架，我心里难受。我只是希望呢，有些事儿你能，就是你最好能不要再骗我。就是说我们家的收入其实都是他的姐姐在，我那收益都让姐姐在了，但是我们呢，我们光付钱吗？但是平时照顾妈妈也是姐姐。不是平时照顾妈妈是姐姐，因为我们在他爸老的时候，我们还签了一份协议，就是说他妈妈500块钱以下由他妈妈自己来承担，500块钱以上由我们共同来承担。姐姐那一天就说了，我要照顾妈妈，我要保姆费。所以你是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受益的不是妈妈，是姐姐？对，姐姐把我们家就是说东西粮食啥东西受益了，最后一推妈妈不管了。我是希望我老公能挑起我们这个家，就是说不管是家里也好，不希望依靠姐姐来那个啥。我们现在不管发生这个事，只要我不在意就过去，如果我要追问了，就我们俩要吵架。每次我要跟他谈的时候有事儿，他要么就躺床，要么就睡觉，你跟他就没法沟通。江女士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只是在为小家考虑，可没想到非但丈夫不领情，还为小家招致了许多矛盾。和婆家的相处亦是如此，好心卖掉破烂，好心给邻居吃梨，可最后好心办的都成了坏事，这让江女士十分委屈。事实上，不管是经营大家庭还是小家庭，并不是出发点是好的，结局就能圆满，更多的是需要通盘考虑的智慧和尊重他人为人处事的习惯。观察员关文认为，性格直接的江女士正是缺少了这方面的思考，才会导致家庭矛盾越处越多。和江女士聊两句，这么多年争了个啥？我觉得争了个寂寞，还争了一肚子的委屈。
我们来想想看，到底这二十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卖掉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让这个家里变得更整洁、更漂亮。这是你作为一个新儿媳妇儿心里的一种想法，你是这么想的，你也是这么做了。从正面的角度来看，你的这片心应该是值得肯定的。你是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家里人，所以你才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可是从反面看呢，这个事情并没有尊重这个家庭原有的生活习惯，并没有尊重老人的价值观念，所以引发了矛盾和冲突。我们只有多角度的去看一些问题，才能找到这个问题最终的答案。江女士，我还想跟你说的是第二个关于吃梨的那个故事。你不仅吃到了，而且还给老公也带了，可见你的心里就是装着这个小家的。可是吃到了梨之后，人的心也离了。婆家人在那个时刻看到的是你争强好胜，是你得理不饶人，甚至是没有道理我也要争出一个道理。他们看到的是你这样的个性，所以这一争咱们又争输了。而我还想提醒你的是反面的另一点，所有的印象永远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你几十年的婚姻生活当中，在你和婆家人多年的相处过程里，好像看到的都是彼此的不理解、相互的不尊重，甚至是内心的抱怨。可是这些印象还有更改的机会啊。所以呢，我觉得在土地的这个问题上，你真的不要去躲开，而是要选择放下。不是由我冲在前面去争回这部分的财产，这样的一种争取只会让我的老公更加难堪。所以呢，你试着去放下他，让老公自己真正去面对，不要去逼迫他。然后接下来把你们小家庭的关系处理好，也许这个家庭反而会有更多的一些新的生机和希望。我先跟江女士说几句啊，刚刚讲完你们全家的故事，我就会想到一句话：太岁头上动土。但是太岁头上动土这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觉得不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你还不太了解男方或者是婆婆家的家庭关系、他们的家庭氛围的时候，你冲到前面肯定会引发矛盾。我也不知道，就是你能够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是基于你的义气之争，还是基于你小家庭的利益之争。不管怎么做，太岁头上动土确实会引发矛盾。那我再说刘先生，这边作为儿子，那边作为丈夫，这种身份是一定要搞清楚的。首先要呵护好妻子，但是呵护好妻子不能以伤害父母亲为前提。包括这个梨子的事情呢，梨子本身不值钱，有的百八块钱在街上可以买一大堆梨来吃，可是为什么那颗梨就犯了众怒呢？因为那代表着一个家庭的话语权和对家庭财产财务的处置权。你作为你妻子的丈夫，你也应该清楚，他来越俎代庖来处理这件事情会引发怎样的家庭纠纷的。可是你回避了，在人性当中来讲叫柿子捡软的捏。你的妻子不是一个软柿子，她不想被人拿捏，但是呢她又做得有点过了，看到你逃避了，她就毫不客气的自己冲锋陷阵杀到前方去了。那么作为丈夫，作为男人，是不是要好好的反思一下？整场听下来，我真的很想对你说一句话啊，我敬你是条汉子。你做了汉子，做了猛士，这么多年收获了什么吗？刘先生在现场所表现出来的，他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可是你最后你的这种不停的闹，不停的把问题事态扩大化，最终让他夹在中间，把自己不得不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人。他得隔离你和他们家人之间的矛盾，他才觉得让自己活得不那么难受。他有一句话在现场说得很有意思，主持人问他，刘先生你了解这个中间的细节吗？不了解。你想去了解吗？不想。因为很简单，我想了也没有用，
想了以后能对你跟婆婆或者跟他们家人的矛盾有什么帮助吗？不啊，我真的是很烦了，我不想再去关注你这些事儿了，就是我刚刚说的爱咋咋地吧，我也不关注你们谁对谁错，我自己先得让我自己在这个家里得活下去吧。所以你再把一个真正有感情的男人给逼成一个没感情或者表面上看过去很冷漠的男人，他在现场一直在说一件事，就是不管说了什么你很伤心的时候，他都会说我记得不太清楚，我不太记得了。那我个人的理解是两个部分，一，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太多了，每一次对你来说是惊心动魄，对他来说已经麻木掉了，无关痛痒。第二，如果我不懂得装憨，我可能今天都做不到这儿，我都要被你们逼得精神分裂了。你有再多的委屈都不是用这个方法来解决，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和关心都不是通过哭闹和争吵能够得来的。刘先生这边，江女士，因为你爸看病的那3万块钱最后非得要向你姐要那1万块钱，我不能理直气壮地跟我老婆说我就多承担这1万了，怎么着啊？哎，我当儿子的在我爸最后生病的时候我就多承担1万块钱以示我儿子的孝心，不行吗？但你有这概念吗？你也没有。所以你拿什么一个主流很正的价值观来去带动你老婆呢？来去解决问题呢？江女士这边，你的诉求有2点：第一，他们家把我当外人；第二，在婆媳矛盾当中我老公不站出来主持公道替我说话。这2点都不存在。是他家把你当外人了，还是你把自己当主人了？你卖破烂这事儿没动脑子了解一下你婆婆为什么要把这些破烂丢到地上，她总有她丢的道理。然后第二个是你老公明确提醒你，这些东西你最好别给他买，你干的事儿这都是把自己当主人干的事儿。你是在婆媳关系相处当中首先主动进攻，主动侵犯，你是主动侵犯了人家的私权，所以人家对你产生了阻隔，你才觉得把你当了外人，因为你太把自己当主人了。再说你老公不站出来说话这事儿，你主动惹事儿还得让你老公给平事儿，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事儿啊？你反思清楚了之后把自己身上的问题搞清楚了，剩下的问题才是需要你老公去努力的问题。李金平认为江女士在和婆家人相处的过程中没有摆清自己的位置，以主人姿态过分介入婆家人的日常生活，这才导致了和婆婆之间的矛盾频发，并使得丈夫在婆媳二人的不断交锋中左右为难。如果江女士希望婆媳关系、夫妻关系能够得到改善，她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观察员关文带着江女士进了密室，一进密室她就忍不住对江女士提问：你觉得你的个性当中存在哪一些问题，它可能会导致你和老公之间很难沟通？我就是可能就是那种性格，然后就是压不住脾气那种性格。我的性格也是比较直啊，直就是有啥有啥说啥。所以你的这个脾气没有压制住的时候，一旦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很容易爆发矛盾和冲突了。接着，关文建议江女士可以尝试调整心态，让以后的生活轻松一点。我给你2点建议哈，供你参考。首先的一个就是先真的把过去的事情放下，因为你回忆的越多，想的越多，你的脑子里每天就是萦绕着这些事情，你永远就是沉浸在这种痛苦里面出不来。这是我给你的第一点建议。对，你听好。也是我们来这儿主要原因。对对对，我整天生活都是那个啥一团糟。对对对。第二点建议呢，就是把眼睛放前面，往前头看，把自己的情绪整理好了，把这个小家真正的过好，而不是去考虑别人给了我们什么东西。注意力放回来之后，整个的生活状态、生活重心转移回来了。这2点做到之后，你的家庭生活真的会变样的。江女士诚恳地接受了关文的建议，这让关文十分欣慰。密室的另一边，刘峰认为刘先生在处理夫妻关系的方法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你在过去处理很多事情当中你都犯了这个大忌，你还是有点逃避矛盾。我觉得就是话要挑明了，就是灯不挑不明，理不辩不清，你不站出来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的担心就是你怕激化矛盾，所以你不说。可是恰恰你不说，他是更认为这件事情里面有猫腻，很神秘。可能我在家里我是老小，我姐姐是老大，我还有一个哥嘛。我在家里呢，就是话语权可能相对来说真的少。对啊，好多事情我一般情况下都是，我对我反正有人撑起伞，就都在下面躲雨就好了。无所谓，我那时候可能真的有这种心态。但是呢，就是老小呢，确实是受一些宠溺会多一点，还有就是承担责任会少一点。对，但是承担责任才是成长的开始。我觉得在这一块你确确实实至少是给到你妻子一个概念，就是好多事情你没有拿出一个鲜明的决定给我。你觉得在过去20多年我一直是这么在我刘家生活的，没想到有了个媳妇就不一样。确实不一样。对对，确实得站出来说一些话，做一些事，解决一些问题，因为这个免不了的会有一些纠纷和矛盾。刘先生对于刘峰的建议也全盘接受。那么回到场上，双方真的能各退一步，真正的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吗？调解马上回来。我们从密室出来，继续回到调解现场，看看我们当事人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我老婆先说吧。但是经过这么多吧，老公，我希望就是在咱家庭你能做出更多的决定，当起咱自己家的顶梁柱。我这边我会改变我的一切看法和态度，只要你改变了，我肯定也会改变了。首先呢，就是很感谢我的老婆这么多年的陪伴吧，就是我会把这个家就是尽可能的全方位的吧，主动一点。家里面呢有些事情呢，我处理的不好，给我的老婆带来了很多的困扰。真的，感谢。谢谢老师。江女士，其实我真心觉得刘先生是个不错的男人，虽然对于家庭事件处理的没有那么到位，但家家这本咱念的经真能把他念得特别好的人的确也不多，余生很长，愿你们两个携手并肩过得更好，好吧。谢谢老师。调解结束了，在场上一直眉头紧锁的江女士和刘先生第一次齐齐展露了笑容，希望夫妻双方都能够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积极地做出改变。经营婚姻生活确实需要智慧，对于江女士而言，强势的背后换来的是满腹委屈，一时的让步反而可能获得更多的幸福。刘先生也应该明白，面对婚姻生活出现的问题，逃避永远不会是正解，只有主动站出来尝试沟通疏导，才会收获美满的大结局。